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作往日，我定要提枪缴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，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。我会帮你讨回来。不需要。你这伤还疼不疼？放我出去。不。神君。王爷，天君请你去凌霄殿，有要事。何事不能托人传信过来？神君，真是要事。带路吧。那便一同去吧。毕参谋，灵界传来消息，灵界都城遭北海一族袭击，灵尊昏迷，使数名将领牺牲，各处战乱，情况极危啊！何时传来的消息？五天前就传来了，只是仙界遭了祸袭，各仙家奔波忙碌，这书信今日才传到我手里。这是五天前的战报，如今情况只会更糟，仙界的形势之慢，已经让人无话可说。然而此时任何对盟友的抱怨都是无用的，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分析。如此看来，五天前仙界遭到的攻击乃是佯攻，是对方声东击西之法，对方不过虚晃一招，已经让仙界众人上下奔波，乱成一团麻，无暇顾及其他，自然也不可能相助于灵界。但是灵尊昏迷，十数名将领牺牲，如此惨重的伤亡，这不是灵界应该有的。灵界的将领皆是万中挑一的精英，沈离恳请天君让在下立时返回灵界。这是自然，灵尊昏迷，定是伤得不轻，这些丹药呢，拿给灵尊服用。我已点兵，很快救助灵界，剿清悍匪。灵界的暴乱与遭到攻击绝不是偶然，若是按照常理推断，这应当是夺权之争，北海一族或许也只是借来的幌子。神君与我想到一处去了，我想这灵界肯定有人暗中作怪，想推翻如今灵尊，另立新王。可彼时新王定与仙界相对，这麻烦极大呀。沈君近来奔波劳累，这百花宴呢也未办成，我等真是无能啊。神君离天外天已久，然而天外天那是……明日我便返回天外天。好。这些日子多谢神君照拂。
沈离告辞。倒是可以好好控制一下，进退失据，怅然若失。无论是事情时还是他，你早知道该放手。天君给的丹药，你们看看是否能用上。王爷，实乃是灵界的福音呐。奉承的话就别说了。灵尊为何受伤？灵尊所受之伤是景象上一剑，而这一剑却不重。真正这是灵尊昏迷不醒的，王爷，是毒。什么毒？好似是一种瘴毒，除中毒能使人丧失理智，而后会致使昏厥不醒。若中毒者身上有伤口，其伤口便无法愈合，流血不止。但这种瘴毒与别的瘴毒有些许不同，它好似对灵族之人的身体伤害极大，可对其他别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威胁。这简直就像是针对灵族而提炼出来的毒药一样。瘴毒，我中的毒很难解吗？略微有些困难。可那时那毒并不太厉害，行者也稍动法力，便将瘴毒驱散了。如今这毒，当时那人不是死了吗？青岩赤荣呢？二位使者在出事前，被灵尊派去调查各地傀儡作乱，尚未赶回。这么巧，简直像是算计好的一样。那些将军，牺牲的将军，可有安葬？尚在城外军营中停发，可能还得几日才能下葬。为何？根据军规，大战过后要先把士兵都埋完了，才能安葬将领。已经过了五日，到现在士兵还没有安葬完。守护着灵尊，务必要让灵尊尽快醒来。是是是。是
士兵也不该把谁看作救世主，他们该是有秩序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该按计划行事。平常他们也确实是这个样子，即便是吃了败仗也不会见他们有这样的表现，而这一次看来情况比想象中更加严重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末将无能，末将有罪。两位将军请起。到底是多大的打击，才让向来有士气的灵界将士如此颓然？先跟我说一下，灵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借践踏到如此地步，对方什么来头？他们打的是北海一族的旗子，来的皆是彪形大汉，浑身黑衣铠甲，力道惊人，而且手中兵刃锋利无比，他们将人的脖子直接折断，或是活活打死，甚至将人直接劈砍而死，力量极大。他们的皮肤好像异于常人，普通的士兵难以刺入。唯有稍有法力的将军，将法力灌于兵刃，才能伤其一二。对方有无留下尸体？没有，我将肯定，已经砍下31名敌人的头了。但尸首皆被对方带走，唯有8、9名敌人被灵尊擒住，生生扎成肉泥。若是他们的话，有200人，力量确实不可小觑。对方的领头之人是什么人？是一个戴着斗篷的黑衣人。外形与常人无异，但一手剑法极为诡异，灵尊便是被他的剑所伤。先前他在人界朱棣仙山神，现在又大费周章的仙阳宫仙界，又袭击灵界。他们攻击灵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灵尊金印被他拿走了。金印？当真是夺权吗？可是光夺走一个金印，又能夺什么样的权呢？皆能唤出他们的名字。但如今有的却已认不得他们的面目，有的
尸首不全，有的面目全非，还有的这是谁？莫方，他拼死斩下三名敌人的头颅，却被几名敌人团团围住，活活吞噬了。莫方，莫方被吞噬了。见尸，没有尸体，我不信。莫将亲眼所见莫方将军被他们吞噬，莫将也是。民族惨败，将士惨死，若那时我在，或许就不会这样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后悔无用，遗憾也无用。我能做的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。生命的河不息地流淌，挣脱束缚的渴，追寻着希望，无意展露锋芒，本能的隐难向上，一道光照亮天，呼啸地震荡，是我挥舞的银枪，冲破迷雾千万丈，战鼓声四方，勇敢者的较量，浴火灼热的胸膛，紧紧生命要决心抵抗，绝技让我肆意生长，触地的力量，高喊心中信仰，看那一抹残阳升起向往。无以无名，引忘川，
将军，属下收到确切的消息，沈离在今日下午便回了灵界，他带回了仙界的丹药，解了灵尊的毒，然后施展术法，安抚了都城数万生灵。简直就像个救世主一样，难怪灵界的庸人都将他供着，搜遍整个灵宫也不见碧海藏珠的气息，定是沈木月那家伙已经把珠子给了沈离。看来现在不得不对付他了。将军，上次一战我们已折损了58名傀儡，有的尸体尚在拼接中，短期内怕是不宜再战。沈离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人而已，捉几名傀儡往虚天院去，动静能大一点，把沈离给我引出来，彼时我再亲自动手杀了他，取回碧海藏珠。是，可是圣主他事成之前不能让少主知道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属下明白。少主在沈离身上已经心软过太多次了，我杀了他是为了取回碧海藏珠，也是为了除以后患。当沈离死了，即便少主再有意，他也无计可施了。去找几个精壮的活人来，助我调理内心。属下得令。之前失血过多，尚未苏醒，由我们三位长老代替灵尊暂行职权。在敌人袭击王都之时，暴乱发生，然而不过几天，各地都渐渐平息下来，简直就像为了牵制灵界各地军队一样。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那说明有内鬼。这不单单从暴乱一事来看，老朽前几日就在研究对方撤退的路线，若不是非常熟悉王都构造的人，断然是不会这么快就撤离出去的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各地皆有乱象，那便说明各地皆有内鬼。查这些内奸，不仅熟悉当地，还熟悉灵界的军队构造，必是军中之人。在此一战中，
失踪的人，行踪诡秘的人，将其三族全部捉拿，一个一个的审。报。各位大人，那些刀枪不入的怪物又出现了。什么？何处？人马多少？只有四五名，他们去的方向是虚天渊。啊！虚天渊中有数以千计的魑魅，若是他们撞破结界，放那些魑魅出来，于灵界来说，那可是灭顶之灾呀！是啊，是啊。虚天渊的结界不会破，各位稍安勿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举动吗？有，他们沿途烧杀，所过之处，没有一个活人。混账东西，真欺我灵界无人了吗？王爷，末将请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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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，先前在王都都拿他们没办法，而这次就能赢得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真的由着他们横行霸道了吗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拦住他们。哎，闭嘴。我灵族将军岂能如此轻易的便去拼命，当真让人笑话了去。此次由本王亲自去会合那些怪物。王爷，王爷，本王先前与那些怪物有过交手的经验，只是不知过了这么久，那些怪人有没有变得更加厉害？以防万一，朱飞将军、尚美将军，在，你们二位皆在之前的战役中与这些怪人交过手，相比于其他将军，经验更丰富一些，也更有实力。此次由你们二位陪同本王。一同前去。领命，领命。此次战役不为杀敌，只为活捉，哪怕只捉回一人也好，带回王都着人研究，找出其致命弱点，以防再次被袭击。可令。王爷还当我们是新兵吗？战场自己一起去。我们知道。你们二位皆为军中精英。灵族再不可失去一人。Thank you.
德蒙王爷挂念是鄙人之福，实不相瞒，今日欲向鄙苍王求学，我知道你定是不会答应，所以劳烦王爷把命留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